上就上去啊。咋的了？咋的了？哎呦，刚才领导来电话说过年的福利下来了，让所有人都上去取，必须本人去取。拜拜。还用取？耶，成功。抢抢抢抢啥？抢一抢手腕的费用。哎妈呀，不知道咱俩今天都干啥的？谁知道了，咱俩一天天白整别人了，整不行，白整了整一年多了都。关键问题是，你说这帮人真没记性哈，一天到晚的，一年365天，360天被咱俩整，没记性。那咱俩就好好发挥呗。是的，我想给大家朗诵首诗歌。又是那个。美人卷珠帘。行行行，好的。接下来我想为大家唱一首歌曲，以表达我对大家的喜爱。行行的，我想。